搞定了，想不到这个俏婆啊，就能打了，这样我今天没上当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我们桌的人，你也敢看？舌相呢，说好进里面，免得遭别人对付。对。哎呀，你们的事情败露了啊，还敢跟我叫嚣？给个机会你把人放了，跟我去自首。哎呦，至少我跟你说，你们俏婆啊。 能让我自首的人，还在娘胎里面呢！现在我只再问你一次，你过不过去金马泰啊？你再问我十次，我也不会进。不进就不吃，不进我弄死你！啊！我拍狗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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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我跟你说，今天我就晒给你丁点的面子，你的董事我就不要了。我们的对面村抓过，要放你就自己去放。我可没有空。 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别跟我磨磨唧唧的，我同事要是闷住一个好歹，我去不去？废了他这个手，我告诉你，赵保安啊，他已经我们已经放了，识相的你给我也放了，要不然吧，我兄弟过来你就死定了。这我弄死他！走！啊！现在跟我谈条件了啊？早干嘛去啊？ 手下败将，其实都要一场误会，一场误会。用这种握手手段来对付我了，还说是一掌归位。小月怎么回事？就进到他们麻袋里面去了？他是以装，应该是事以装到麻袋里面去吧？他喊救命！我以为发生了什么事，我把那个袋子解开，他就拿什么东西来喷我，我机灵一点。 够狡猾的啊！没想到还有一个要被后偷袭我。对，你差点也进去了。哎呦，还谎称说木瓜，我看你们咱是傻瓜！我跟你说，劝你们一个两个把我们忘了，要不然的话，我真的把你们搞成木瓜，信不信？信不信？跟你说，干！你干！哎呀！啊！屁股，屁股，屁股！啊！哦，你看，到了派出所是。 小能再破坏人，我也不想问你到底想干什么。到了派出所是一见真相大白，你们两个敢！我跟你们说，今天你们一把我们两个打得这么伤，小心我们的大哥、五哥还有穆少过来，把你们两个拧成肉饼。对，现在是我们手下败将啊，还拖住王爷威胁我，现在自相难保了，管好你自己吧，那些人一个也逃不掉。就是，兄弟，自己找还是自己找，妈妈你废人家的腿。就你走吧，大大大，废我的腿啊！走吧。 现在是害怕了啊！走！干什么？你们两个！臭保安，干什么？今天老子就在这里套你人！ 对，想不到你这个臭保安想调虎离乡，居然调不着你，又冲回来了。冲回来也好，等一下我就不用那么麻烦把你们两个捉去了，捉出去容易一点。可容易一点？你们两个吃了收信报纸胆了啊？竟敢对我们保安下手，你们最好出来就擒。出手就擒？我跟你说，我给一个机会你。 乖乖的捡起来那个麻袋，对，钻进去，免得等一下我们哥俩动手，把你的手脚这样一拧再一拧，拧断了，这样把你放进去。吓唬谁呢啊？还让我自动自觉跟你们走？你当我保安是什么啊？摆设吗？我跟你说，你这个臭保安在我们哥俩面前就是个透明的摆设了。对，你就是个摆设。对，我们想抓谁就抓谁，不差你保安一个。 大哥，嚣张至极！不要跟他啰嗦那么多了，你现在跟还是不跟我们走？我要是不跟呢？啊，不，那就收拾！我拿去吧啊！
么厉害的？怎么着啊？要不这样子，咱们到对面村找我另外那两个娇小一点的，走吧。还想走？干嘛？干嘛？你们两个啊，如此狡猾，诡计多端呢、啊，还懂得用调虎离山之计。我告诉你们，今天你们好日子就到头了。行了，我说你个臭保安，今天我们两个确定不抓你们两个，已经给了这么大一个面子了，这么大的面子了。对呀、啊，给脸不要脸，要不然的话，等我老板过来，把你们全村的大大小小的女孩子全部抓走。我看不要脸的是你们两个啊，年纪轻轻，好手好脚的，干什么？干你们堂堂正正的工作不好吗？非要干这些祸害社会的事情？不要再啰嗦了，我跟你说，别教育我们，我们轮不到你教育，兄弟，走，散下，走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呦，把他毙了，哎呀，马上去把我的同事给叫醒。对对，你不要伤害我兄弟，我去，我去，我啰啰嗦嗦的啊，轮得到你说话吗？啊，臭保安，坏老子好事，你死定了。放开你，兄弟走了，小叶，去哪里啊？既然你们使这种阴谋诡计啊，就是。两位保安，听我们哥俩说，其实我们跟你们闹着玩，玩个游戏而已。闹着玩？是啊。什么游戏需要这样玩啊？那个老鹰捉小鸡呀、啊。对，你们就是小鸡。对，我是。啊？我们要是也是老鹰。把你们通通给抓去警察局，就是了。我跟你说，你们两个不要慌，识相的把我们放了，放要不然你就死定了。对，要不然怎么的？看来你们是不到王娥心不死，还出口谎言来威胁。你们拿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对付我们？兄弟，你在这里看住他吗？我回去叫我们大哥五哥带人过来啊。是。你去哪里？咬人！咬人！对，告诉你们，今天你们就是有来无回了。哎呀，就是还想走？你问过我同意了吗？啊，就是。同意吗？当我们这个不同意，不同意，不同意的话，等一下我大哥带上那五十号人过来，你们两个小保安，只有在地上摩擦的份。不要吓唬我。我们两个现在就把你们送去派出所，你大哥有胆量的叫他来警察局，熟人，我看他敢不敢来。就是能敢啊，敢是吧，还敢是吧、哎、看来你们还不知死活，现在你们没有机会跟我们谈条件。就是胆敢做人贩子，跟法律作对，蹲大牢就是你们的下场。走吧，走，不走、啊